Olha só, eu tô zoando.大家好，我是 Anson， 欢迎来到 Anson TV。今天是我们 YouTuber 玩台湾的第三集，今天一次来了四位 ，Lila、叉叉、Lila、Aura。哎，我太幸福了啦，一次真的，真的，我们今天就出发去九份 ，Let's go。轻一个，萤火的那个站，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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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哦，等下，鼻子。我听得好像痛哦。现在喝到这个荔枝味的蜂蜜水，就是喝下去有一点点荔枝味，但是也不会就整个被荔枝盖过去，还是有蜂蜜的甜跟香味，非常好喝。大家看一下，一群 YouTuber 出来，大概就是这种状况，一人一台机器，是每个人都在对着自己的镜头讲话，很可爱。我们后方看到的这个阿妹茶楼呢，就是宫崎骏大师取景那个《神隐少女》这部动画的地方。费尽了千辛万苦，终于让线线跟木木找到我们了，终于找到了。不错，一排，不错，一排，是最好的。恭喜吧。想不到 Anson TV 有机会一次带九个人来九份，哇，九个人啊，可以出团了。阿甘姨芋圆地瓜圆，这芋圆好 Q 哦。YouTuber 玩台湾的意义不在于我吃，在于他们吃的感想。很香。我一走进来的时候，那个味道整个就是哇，香喷喷的，是抑制不住我的兴奋感，因为它甜，它够甜。我以前吃过的不甜不好吃，还有点冷冷热热。对啊，虽然是我第一餐。竟然是冰的，今天Mira的早餐竟然是芋圆。我要拍你们的背影。这个拍不下去。拜拜。他的舌头为什么要吐出来？吃了甜的，现在超想塞一点咸的东西进去。我们要说拜拜。好啦，有机会去韩国找你。好啦，再等我喽。拜拜。超阿贵。超阿贵。超阿贵，卖甜的。不是不是，好不好？不是不是骂脏话。所以超超，你真的非常喜欢这个。这好吃，因为我喜欢抹茶和甜的，所以这两个简直是混合。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，你尽量吃这个。而且它红豆馅超满，对。然后他刚刚我吃第一口的时候就。黑猪肉哦，不是一般的香肠哦。它把外面烤得很脆，然后它的表皮咬下去会喷汁，超爽的。黑猪肉好好吃的，琳达的最爱。马来西亚人强力推荐台湾飞软香肠。超顺口的。接下来带他们来吃雪盖烧。哇，可以说很好吃，他们说我一定会爱。对，我觉得你一定会爱。东西的时候，我以为是新加坡那种烤雪糕。
OK， 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。大家觉得九份怎么样呢？其实九份还有很多地方我们还没有去逛过，留下来啊，打到自己的眼睛，留一点，让你自己过来探索，好吗？耶、yeah! ，很赞呐、啊！打死了！我的耳朵，我的耳朵。大家觉得九份怎么样呢？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分享，还有在下面留言加一，加一。每天晚上都会准时上传影片，所以如果喜欢 SNTV 的话，记得点下面的订阅，还有我们的频道。我是欧拉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那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今天真是太荣幸了，想不到一次找来了四位女神一起合作拍片，应该是上辈子做了不少好事吧。爷。Anson TV 每天晚上9点上传影片，欢迎立刻订阅频道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扑了。